扑克牌游戏总是经典，玩不腻。手机游戏《猫咪的黑手党》将实体猫猫表情包制作成牌面，让你在牌桌上也能够看着可爱猫猫愉快打牌。玩法是一对一对战卡牌游戏，双方将轮流各出一张牌，牌桌上共有五枚金币，你要选择将牌放到其中一个金币下方，每个金币最多能放三张牌。当双方各放三张牌之后，再比较该金币双方的出牌内容。牌谱共有八九三黑手党、同花顺、顺子等等，该金币的牌型较大者就可以赢得金币，最后取得较多金币的人就获胜了。每局开始会有七张牌，在我方回合结束时可以抽一张牌，仔细看对方出的牌来好好制定策略，才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。来看着可爱的猫猫和线上玩家们烧脑对决吧。